我们是一窝。这个男的是你十一前的男朋友，而他的心脏在我的身上。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。他去哪里？你不准走，留下来。为什么？知道我失忆以后，还不断的欺骗我，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。走，你们干嘛？跟我走！放开我！后半生，所有事情就解决了。造成大量出血，现在能咨询医生。裴俊，昨天情况是怎么样？子弹很靠近心脏，一定要马上做手术。昭君，你一定要救救少天。放心，我会的。阿丽，阿丽，是少天呢、啊？进手术室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他昏迷了，没有意识。好，你先不要慌，相信我，他一定会撑过来的。我们去手术室外面等他，好吗？你在哪里？不要！拜托你不要开枪！快点，开了就没事了。快！不要！不要！
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会中枪？都是我的要救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海玲姐，我们有事的。老板娘呢？你们跟老板娘说了吗？嗯，但是因为老板娘太过担心，我们先让她休息，明天再过来。她进去多久了？已经好几个小时。手术一定会成功的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医生出来了。超群，结果怎么样？少天算是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身体虚弱，可能还会昏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只要不让他着凉发烧就好了。Boss， 我喜欢你。可以不用叫 boss。林少天，这样以后打雷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带上，就不会害怕了。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有关于提拉米苏的故事吗？提拉米苏有 pick me up 的意思，意思就是留下来，或是带我走。谢谢你陪在我身边。小心！若凡，你还在医院吗？对，你如果工作忙就不要过来了。哦，那个陈耀天状况怎么样？已经脱离危险，只是还没有醒过来。好，那你自己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。
在医院，他们应该不敢乱来吧？还是要小心一点。那我找时间再去陪你，然后看望一下那个秦啸天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艾莉，我看你还是先回牧场去吧，毕竟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比较危险，说不定已经有人盯上你了，也不知道。这次我会被绑架，是不是跟你跟小飞有关？我是一个什么都想不起来的人，你跟小飞又是对我最熟悉的朋友，到底谁会盯上我？到底谁要对我不利？如果你愿意，我等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的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吗？啸天，艾莉，啸天，你醒了。真，啸天，你醒了。现在才来看我，我先回牧场。艾莉，艾莉呢？她回牧场了。回牧场？行，大英雄，我知道英雄救美很帅，但是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吧。就这点小伤，还好吧？什么还好？子弹差点打进你的心脏。还有，我在帮你做手术的时候，发现你的心脏已经开始有白色的状况了。
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我妈还有艾莉。我知道啊，楚少群，我现在有两个女人要守护，一定要顾好我的心脏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不要逞强，而且还有一个女人不知道你现在心意如何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告白啊？那个赵爱丽一定还在在意她的前男友，根本不想面对我。我昏迷的时候一直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的手握着我，我一直以为是她，结果不是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新小店没事吧？他醒了，没事。小飞，去自首吧。说什么？你差点杀死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管是艾丽还是少天，我们都不能继续错下去了。到现在都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开枪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是有人拿着一把枪指着我，我能不开枪吗？如果我不开枪的话，死的就会是我。我们赶快完成飞欧哥想要的吧，这样就能够逃得远远的。你要跟我保证，不准再伤害佳恩。爸，董事长，来来来，你们俩跟我来。来，你们俩坐。这个是，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？希望你能够早一点的接班。这是 M 集团我名下的10%的股份，就当作是你跟小飞的订婚礼物。爸，我不要股份，只要能待在爸你身边就够了。身为一个集团的后代，这是必经的过程。收下吧，我希望 M 集团在你手上能够发挥得更好。爸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，爸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们，看中我们。我跟佳恩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好，小飞，以后你跟在佳恩身边，要好好的协助他，保护他，知道吗？嗯，没问题。那我知道，好好好。
这10%的股份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。别忘记你刚答应我的。快点了，进去了，快一点进去。你这个连枪都打不准的废物，我还留着你干什么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直接去找那个假公主，叫她赶快处理。你呢，待会就把你给埋了。飞哥，金大正已经给艾丽 N 集团10%的股份了。10%的股份，这种好消息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啊？这样，什么情形？艾莉呢？你是来看艾莉还是来看我的？主要是来看艾莉的，然后顺便来看你。那可能让你失望了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艾莉。哦，秦耀天，谢谢你。今天是怎么样了？一个跑来跟我道歉，一个现在跟我说谢谢。我谢你是因为，谢谢你帮我挡那墙，不然躺在这里可能会是我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是为了艾莉，不是你。那我替艾莉谢谢你喽。没事就赶快走吧，别烦我。那个我来的时候，那个楼梯走上来脚突然有点酸了，椅子借我坐一下。看戏哦，不会帮忙啊？帮什么忙？你不讲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不说了。说什么？我要尿尿尿。
哎，你脑袋是装铅了？你才是装你的大头鬼！你去旁边那里啊！求你，钱不给，拿来！不给，快点哦！杨辉，小声点啊！这病房哎，他吵到别人了。开始。哎，你不是想要球吗？球给你了。来，我挡一个，挡一个，上篮，上篮。Yes。都，对不起。金波波。家人打电话约我过来，请问是金波波您找我吗？家人没跟我说是什么事，他也是约我来这里，说你会来。艾丽，听说你被绑架了，邢少天还为了救你中了一枪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谢谢金波波关心，我想可能是抓错人了吧。抓错人，佳恩，这一切该还给你了，爸。虽然我真的很希望做你一辈子的女儿，但是我不可以再这么自私下去了。超群，甚至连那个段若鹏都在看我，就没看完雪三。至于那个赵爱丽，根本就是快手。鲍叔啊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你呢就赶去找赵爱丽，跟她道个歉就好了，不要在那边耍帅了。小心，爱丽被段若鹏抢走。嗯，鲍叔，你手术之后就是昏迷不醒，爱丽姐一个人整晚在那边照顾你。我们是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啊，但我相信，只要你肯道歉的话，他一定会还牧场。对啊，对啊，艾丽姐昨天本来要再来照顾你，是老板娘要她休息一天的。她今天一早天都没有亮，就爬起来炖鸡汤哎。那我炖的鸡汤不是要给你了，不好意思。石头。啊！爆爆爆爆爆爆了！小天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容易，当然要医生了，我还去叫你呢。小天哥哥，你让你让你我当。Sam Tom， 你们先出去，我有事先要聊。请坐。你不要以为你躲在城堡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嗯？飞虎哥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来这里找我？这么说好了。你只要把你的订婚礼物交出来，我保证不会动金大正一根汗毛。你
你也不要怪你的男人了，他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可是男人没势没力的，什么事也做不了，更不可能有办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飞虎哥，能不能拜托你，求求你放过我跟小飞？哎，我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你只要把你的订婚礼物交出来，我保证不会动金大正一根汗毛。还有他的亲生女儿金佳恩。没问题。喂，欧飞枪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是昨天没有见到你，今天也没有见到你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。我飞箱打给我，我就立刻赶来啦。那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打给你，我今天见不到你，明天见不到你，永远都见不到你？是好吗？好啊。好吃吗？好。哎。你可以眼睛先闭起来吗？这样子我比较好用。状况很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可能要再多住几天哦。嗯，说大医生，你
可以再帮我做彻底一点的检查吗？我全身无力，然后手也举不起来，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？后遗症？那怎么办？徐少天，不要想太多啊！我的医术可是很厉害的。艾莉，病人的身心卫生呢，都是很重要的。记得天天帮他擦澡。好。心灵也要关心，这样会好比较快。好，脱掉衣服会不会比较脏？好，这个男的是你十一前的男朋友，而他的心脏在我的身上。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能够把它还给你。这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。他的心脏会因为你的需要而在你身上，那是你们的缘分。我根本连他的名字是什么我都想不起来，我又有什么好为我们的感情难过？只是最近发生太多事情，让我觉得好混乱。但害怕的是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恢复记忆了，我会失去更多。你确认是我女儿亲自办理的？爸，你怎么躲在这？你看，我买什么东西回来给你啊？你就排队去跟人家买，只要爸喜欢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走啦，我们去办公室吃。走。佳恩，你回到爸爸身边已经一年多了，你做事一向很谨慎，心思也很细腻，对员工是又贴心又照顾，这点让爸爸是很安心的地方。跟你妈妈一样，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但是，佳恩，有的时候我们做人呢，不得不要有些心思，去防那些可能会害我们的人。爸，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
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心血给别人？M 集团是你爷爷努力一辈子的事业，是家族的荣耀，尤其是 M Hotel 是爸爸一辈子努力的心血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跟小飞不懂事，当初为了创业，我们跟高利贷借了好多钱，没想到越滚越大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，对不起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要怪，都怪爸爸，都怪爸爸。我的爸爸害你们母女俩吃苦，现在你已经找到爸爸了，以后你有任何的困难你都要跟我说，不要一个人独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。等一下，穿越到电梯呢？已经这么晚了，你想去哪里？我要跟星星许愿，报案上。要跟星星许愿？因为之前有一个女孩还欠我一个愿望。星少天真的很幼稚哎。我的愿望可是有期限的，好吗？你以为我会一直等你啊？我就会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日落是遥远的花火，熄灭之后就成了透明的哀愁。星星是过去的烟火，终于找到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啊，你可以再唱一次你上次唱给我听的那首歌吗？这是愿望吗？当然不是啊，这是救命恩人的命令。希望你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，让我当你的幸运四叶草，守护你一辈子。我喜欢你，秦少天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这么晚了，佳安还没回来。佳安他跟若凡他们还有一个会议，我先回来等他，然后等一下应该一起吃个宵夜吧。那我先休息了。嗯，晚安。老爷，嗯，这是小姐之前受伤后续的检查报告，刚送来。哦，
血型是 A 型，佳恩的妈妈是 AB 型，佳恩怎么会是 O 型呢？爸爸，小郭，立刻打个电话到我女儿上次住的医院，问他们血型有没有搞错。是不是我出院，你就要去寻找你跟他的记忆呢？可是我真的不想让你离开我。哎，这么晚不睡觉，一个人在那边干嘛？我并不后悔告诉艾莉她前男友的心脏在我身上的事，我想跟她告白。你终于有勇气要跟她告白了。或许是因为我爸抛弃我跟我妈的关系，才让我对爱情一直却步。但是我这一次真的觉得我要失去艾莉，真的不想要失去他。少天，爱要勇敢表达出来，爱不能放在心里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跟周昭群一样那么了解你吗？更何况不要忘记了，你还有两个来势汹汹的情敌在等着你。飞舞飙水，你有病啊！飞舞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不知道我对蜂蜜水过敏吗？啊？他是新来的，赶快用一杯啊！对不起，飞舞哥，走开。飞舞哥，唐先生来了。哎，飞舞哥，可是你要我继续追查资料。妈妈是难产过世的，之后女婴呢便由医院转交给社会局安置。没想到她还留个女儿给我。我麻烦你，就算把全台湾都有翻过来，也要把我的女儿给找出来 ，OK？ 没问题。小飞，现在我去一个地方。董事长，你不是10点的飞机吗？这样你会来不及的。飞机改下一班，会议也把它延后。董事长，我们到了。小飞，你帮我打电话给飞虎，说我到了，然后你在车上等我。是。
金贝贝，昨天接到你的电话，真是倍感荣幸啊！您今天能大驾光临啊，让小弟这里真是蓬荜生辉。请坐，请坐。我不跟你拐弯抹角。M 集团是我一生努力的心血，股份除了一起打拼的元老，是不会给任何不相关的。你要多少？直接说。金伯伯，这做生意有来有往，我只想拿回我的辛苦钱。家人都已经告诉我了，我愿意替他承担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女儿。家人的金伯伯，真是好爸爸。我如果有这样闯祸的女儿啊，我一定把她绑起来狠狠打一顿。你让我想想该怎么做。好，董事长，事情还顺利吧？现在送我去机场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些事情我要跟你还有家人讨论一下。是，知道了。董事长，我们已经重新再检验过了，金小姐的显形检验并未出错。佳恩，为什么要骗爸爸？你真的不是我亲生的女儿吗？七个哦，没关系，我在上班，谢谢。好。干嘛？邢少天，这张轮要做到什么时候啊？赶快办一办出院吧，医院资源有限，一堆真的需要资源正在等待，你知道？再给我一两天嘛。再两天就出院了。知道一个男人为了你做尽那么多幼稚的傻事，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少天的个性一向冷静又理智啊，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他现在那么幼稚的一面。我在帮他做枪伤手术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排斥的反应。排斥？那他会有危险吗？危险还是有，不过我们的医疗团队已经在想办法解决。我在跟少天说他心脏有排斥反应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有两个女人需要保护，其中一个女人就是你。他为了怕你担心，他要我帮他保守这个秘密。你看你在他心目中有多特别，他有多么需要你。
当他选择坦白告诉你，其实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心脏是你前男友的，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你。就算你今天不记得了，他会选择坦白告诉你，这就是邢少天，这就是他喜欢你的方式。艾莉，我问你，你喜欢少天吗？不要让时间错过你们的爱情。艾莉姐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想起来，只是我最近知道了一些关于我以前的事，觉得很混乱而已。艾莉亚，没有过往也许很闷，但是像我，我就想忘记我的过去啊。我跟你说一个故事。那是一个下大雨的夜晚，我因为一些原因无家可归，然后刚好发高烧昏倒在这个牧场，是老板娘先发现我的，她给我一杯热牛奶，还做了热乎乎的鸡蛋糕给我。一晃眼我就在这里待了5年。我也要说一个故事。我那时候徘徊在甜点店外面，是老板娘叫拿破仑拿一个我最爱的布朗尼出来给我吃。这小子啊，说要拜师学艺，结果硬抱着我大腿不放。艾莉，留下来吧，老板娘对我们真的像是家人一样，我爸我妈也是。嗯，想不起来以前也没关系，你们都对我这么好，给了我新的生活，我应该好好珍惜你们才对。对吼，而且我们 boss 需要你啊，何止需要，根本就是 ass。 艾莉姐，我可是把我最爱的少天哥哥让给你哦，别人要我还不准他们抢。哎呦，啊，欧菲香妹妹，你把我们家布朗尼哥哥放到哪里啊？不要什么害羞啊！哎呀，救我！不然你自己上去。你叫金家恩，你有一个爸爸叫做金大正，还有一个在天上的妈妈和男朋友，你还有一个应该叫做赵爱丽的好朋友。我讨厌你，但是也要谢谢你，虽然不知道要等多久你才会跟我说实话，但是只有先放下一切，我才不会辜负对我好的少天。我喜欢你，邢少天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少天哥哥，你快点！什么事情啊？慢一点啊！什么出事了？艾莉姐出事了啦！艾莉出事！你快点过去看！
快点！安妮，欧飞翔。是我，秦少天，谢谢你为我挨了一枪，赶快吹蜡烛许愿吧。记得替阿米说的意义，秦少天，我喜欢你。你是说你喜欢我？我喜欢你，蔡丽，你喜欢我？对，我喜欢你。你真的喜欢我？我真的喜欢你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唉，为什么人家告白我们就要在这里当工具人？是啊，大家都只看到舞台上男女主角，都不知道我们的心酸。心酸的人是我。少天哥哥就这样变成是爱丽姐姐，不过我最善良的，我还是会祝福他们的。好了，乖，没有人爱你，我爱你。奇怪，爸的手机怎么打一整天都没开机啊？爸他的行程安排得很满，他一整天都在开会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接电话？而且他人在美国，有特助在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嗯，是的。不管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都会是我的女人，不准背叛我。项链呢？你真的跟家人闹翻了？没有啦，他还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只是我想要先把这一切先放下，包括
我那个连名字都不记得的前男友。艾琳，不管你记不记得，或者是你心中是不是还有他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只有喜欢吗？当然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还有我爱你啦，暴爽！还有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啦。夏天哥哥，你就别跟了，亲上去就对啊。亲上去，亲上去。秦少天，到底还有什么？记忆，它从不会消失。忘了，也只是暂时被封存而已。在这奶树原地自负，不停的Finding you, I need to